第一就房租贵啦，水电费贵啦，空间唔大啦。咁仲有一个呢，因为细路仔会大啊嘛，特别系女仔读初中啦，当同我哋黐埋一个房，始终都冇咁好啦。作为我哋做大人嚟讲咧，即系唔系话好重要嘅。咁作为细路仔嚟讲，佢肯定有呢个期望啊。希望即系话过节要过节嗰啲气氛啊，或者佢哋谂法同我哋唔同啊。咁我哋都尽量做细路仔啦。咁过下嗰啲节嘢，意思下啦，表达下嗰啲气氛啊，就 OK 啦。而家新一届政府咧，可能就对呢方面紧要公屋咧，系一个重大嘅突破嚟嘅。想通过呢方面咧，解决到好多有困难嘅嗰啲用户啊，大家都唔使话咁辛苦。